谢谢，哎呀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哎呀，这是你的新歌，很好听哎。对，而且这一次的打扮哈，其实我以前很不敢穿旗袍，我一直觉得女性穿了旗袍总会显得比较成熟一点，老气一点。对，但是后来我又觉得，其实哈，要把旗袍穿得好看还不容易，不容易，要有气质。是是，你刚刚这首歌你没看到镜头，在前面注意，有一个这个是怎么讲？这个叫像披肩是吧？披肩被你拿起来往这个前面一照，还有刚才你那个手势，哎呦，就是看了一个比较短一点的唐娜。哎呦，好会抓那个气氛。没有关系啦，因为每个人的样子长得不一样，然后个性也不同，跟每个人的每个人的特点跟魅力，很会抓那个眼神。噔噔噔噔，要我们写的操的。为了这首歌，还特地去学探戈的舞，哎呦，学得非常好。怪不得，因为我练过，觉得我的人生跟探戈特别有，是啊，有好像有缘分。很多这种节奏跟你唱的，对，我是到28岁才灌第一张唱片，叫做《唱袂煞》，不是探戈。我跟你一样，哎，真的没有想到，我自己都想不到。虽然我做事情一向很努力，但没想到28岁的年轻女人才灌第一张唱片，而且会 hit。哎呦，而且那首歌里面哈，真的刮死我，七拼八凑，很多流行歌的歌名这样组合起来。不，那个是英文唱袂煞，英文个唱袂煞，那是因为唱袂煞红了以后，才把很多红的歌名七拼八凑把它凑成。趴的吐，趴的吐，哎，那当时不管是唱袂煞也好，还有我常讲哦，南宫那里面是盖歌星，对对，几条光，你那个广告都是探戈，而且都卖座都红了，所以这次我想，哎。这首歌也弄探戈，而且歌名用爱情探戈，我觉得是蛮有意思的。其实我觉得人与人之间，不管是朋友也好，情侣也好，夫妻也好，他们在谈感情的过程之中，其实就像跳探戈，要知所进退。我若进一步，请你退一步；你若进一步，我就退一步。然后介绍了哈，人家翁阿婆讲，你若大声讲，咱就细声吟。啊，所以这个蛮重要的。我可以把歌掰到人生去的。操多，刚才在舞台上啊，不是讲真的，我他说我会搞笑，每次到你时间上台，我都坐了观众席，我是笑个想多，现在的是不？他的逻辑很奇怪，他的说笑啊，一大堆，一下子模仿什么外省老先生、老兵啊，什么那个这里不能讲。妇女党子，哎，对，妇女今天是我们沙巴妇女节的筹备大会。哎，沙巴妇女节的筹备大会啊，不要卖过。我们国家有一个大难，国家随时都有难嘛，有难就要同当嘛。有这个大难在我们的什么在哪里？孔在我们的脊背上。肩膀上啊，没错的，没错的，因为我们国家哈，就是这个复原宽阔，什么省级的都有，是是，所以常常会有一些听不清楚的话。为了把这个小小的这种生活中可能会碰到的资料一点乡音啊，弄得我们哄堂大笑，很可爱。我喜欢去这些观察一些市井小民的东西，比如说我唱了《唱袂煞》，当时哪有机会跟费玉清那边站在那边访问呢？你攻击了，哎呦，无电视堂啊，凶啊！那大家拢叫我雅琪啊，刮胡你也记哦。我去雅琪啊，四界去拜托人，哎，搞我们绑架，搞我们绑架。我就看那个优雅，要出名的是好辛苦。哎呦，优雅那时候那首歌，妹妹单薄人，单薄。我请你敢不知道？我看所有的路边摊呐，雅琪啊，拢放夜歌。就我只毛个停下呢。不，阿爷都垃圾哦，尊贵。啊，雅琪啊，雅琪啊，伊音响啦，尊贵都可以唱。啊，唱到想要花的时阵，就关起来。我喜欢观察，我就觉得哦，迄多耳机上卖呢，啊，查某囡仔卖歹听，无采我，无采我，哦，贵。但是观察的，你看。很仔细的，但是不是只有观察而已。人生一定要努力，有努力才有成果。我常都说我有两力，我这两力就是真的啦。你也有两力，我说我的两力是努力加毅力。哦，这个力啊。对呀，伯利兄，那我努力加毅力，那我现在尽量在努力加两力，就是我的美力跟魅力。那我就四力了。两天在老清楚。这个为难，我都没想歪人。我真的是撸行公交几力，而且是并霸的。我真的是觉得。还罢了，我真的是觉得人生有努力才有成果。那
也许有人说有努力不见得有成果，但是知道不努力是绝对没有成果的，这是真的。所以我没有电视可上没有关系啊，我可以拜托你别熬过一个，哎，我那个唱不算，能不能帮忙放一下？哦，唱胖，优雅那个叫人帮我给他。我那时候没哈啦，我熬过车就去英国红龟山，是不是叫香妹这样？后来刚好啊，盖小妹。不大好过，虽然是夸张了一些哦，但是真的，我觉得今天真的是非常感恩，当时有很多人来帮助我，所以才有这些好的 Tango 歌曲，还有这些 Tango 歌给你唱的，真是一绝呢。是的，说到我们也好久不见了，真的要好好盖一盖了。我记得上次跟你上一次见面的时候，一年多前呢，记得是一个有点很寒冷带雾气的一个春天的早晨，就是聊聊天快亮了，我说要离开的时候，他千怎么讲，千盼万盼。院子里种了两棵樱花树，是啊，两三年了都啊，不开花，不知道是打起啊，想要是白娃，又不忍心给它掐照。看了看了，那天就要走的时候，我一看，哎呦，你那个角度没注意到，原来在树的那边呢已经发芽了。我就说，哎，冰冰啊，告诉你一个消息，啊，什么太久，来，我带你来看个东西。他就走了院子一看，你看早就发芽了。好，那时候我们临别的时候，好高兴。我是觉得万物皆有灵呢。很多人吃素，所以他可能都只吃青菜，好像不能吃荤的，不能吃鱼肉。但是当我在看他发芽的时候，其实我忽然间一个想法，他有生命。当我们在拔青菜的时候，他会不会痛？我永永喜欢他那个呢，真的。所以我现在看到任何一样东西，我真的是会去想的太多了，而且它都有生命，包括像很多佛教徒啊，都说，看到蚊啊，看到苍蝇、蟑螂，都没再去怕。就有时候我又觉得，在一个车子里面，有一次那个蚊子砰啪，我那个怕了去。那个师父阿弥陀佛，我就哎完了，我做错事了。我说对不起哈，师父，我杀生了。这是害虫。对对，我们是不杀生的。但我忽然想想，我师父。我这个在这个小小的车子里面，就我们四个人，我如果我不打他，他又飞到那边去叮到那里，对呀，他总会把我们叮饱了，他才要。我这样是不是干脆一点？为大家解决困难了，对不起，阿弥陀佛，然后就若无其事，赶快看窗外。人生其实是蛮矛盾，也蛮有趣的。那有一天就看植物，看完要看动物，看那个蚂蚁哈，哎呦，哦，哎，把蚂蚁就熟，然后他们在扛。那个蟑螂哇，千军万马嘛，在扛那个蟑螂，我破了，夹破了，破了，我破了就，哦，真正盖骨烂了呢，吃饼。我们人生我看了，因为想，哦，咱大家吼，我们是为了赚货币，他们是为了填肚子。那事实上，不管高等动物或是这样的动物，他们其实都在一样的。那跨到后来，可以领悟到别的事情，对对对，领悟到，哎，拔叫，对。台湾人哈，因为刚好有人在谈那个澎湖该不该开赌场，这个是争议很久的。这些真的都不用担心哎，台湾人爱博叫吼，是自古早盘古开天的有啊，不用有赌场才会有人博叫。我想看那两只狗也在说，我想咱两个那地都会使，那两只你又多一只输较紧，两个就天小输啊，要博寡大嘛有。哎呦，这是很多的启示呢。我不晓得，我最近觉得我会不会想太多了？有一天我真的最近还看到一个新闻哈，有一位啊桑尼，桑尼他出家，阿弥陀佛了。在想我如果这个人生的哲理哦，懂太多了，会不会下次你看到我是看到个小沙弥，会个子又小，这样你呀，冰冰师傅，我来管你，阿弥陀佛。所以有时候想太多，越想越深，越钻越深。但我想应该不会，因为尘缘未了，我还有基金会，很多事情要帮助人的都还没做完，够你忙的。因此别当给几位兵啊！是家里呢，她还是个善解人意的乖巧的女儿，父母呢一直由她一直怎么讲，不敢假借他人，亲自都随时叮咛啊，伺候在左右。甜蜜的负担，哎呀，担子还真重。是是是，但叫我不要担还不行，因为担习惯了。对的，这个阿弥陀佛，嘛是四点半的起床，扎捆扎起来。以前你讲阿姆的阮妈妈，阿公都费玉清了，都甲我念，你爱扎捆。你甲看麦，你看人外好的青年，因为他透早六点看到费玉清，然后透早就出门啊，四界行行才到。你还学人，我袂使学伊，伊是甲当也袂困啊。
因为十一点外，十二点前，妈妈已经困起。伊话欣赏你，你敢知？看到阮透早叫是阮透早来拜访的。伊足欣赏的，伊就定欣赏讲哦，有一天甲我讲，伊无娶，你无嫁。你若不顺耍嫁，我人也无甲我求婚，还要叫我阿嫁。伊讲我妹啊吼，我们就讲啊，对啊，当时啊，紧嫁嫁，咱两个拢未困觉。开玩笑。他父母很奇妙，是很淳朴的。是啊。虽然是这个女儿是这样的。你还最喜欢笑他，说什么五月天还穿大衣，我孝顺嘛，买那个貂，以前还没有保护动物这回事，大概蛮唔知啊。今嘛够卡够水，迄领貂皮大衣吊放喺遐，伊想想的吼。要不我敢明个放冷气来穿一个貂皮大衣？我讲，你那台湾那边创啥？你即马就讲唔好穿出去，穿出去去予人喷油漆。哎，都唔是即马买，哎，都较早买，我吊个也未穿的。我看到偌唔甘的，啊无吼，嘛三不五时放冷气来穿大衣去。冰冰啊，只要能够啊不管妈妈捌啊唔捌啊，只要出名的货，想讲妈妈这样的侦查起来出去嘛，加速。两个 C 靠在一起叫什么？鲜妞。桃红色的，各方面一套一套颜色，浅绿的、橄榄绿的、宝蓝色的，我敢买哦！全部给他整啊，跟他连夫人一样。这个妈，连夫人都穿一套一套，也是很帅气。那他也给妈妈打扮一下。这个妈，他那个有一定的格式的。妈妈，弟弟刚才那也扁人了。妈妈被刚刚老大人的习惯，喜欢这些衣服、洋装都有很多口袋，底下嘎开嘎给掐了。哇，这下糟糕了，这名牌一改就不行了。你会分不出哪一个牌子，浪费了不少。他就是这样子啊，没有办法，因为较早就装卡人啊。就头一摆来台北的时阵啊，啊我讲你若唔捌，你较卖讲话，去餐厅你都未晓，我来点物件就好。啊对对。哎，服务生就来足善良的就来，哎我上少两杯点啥，都从隔壁在讲哦，哎小姐拿个欧西玻璃过来。啊无，安尼嘛是好，我先点一个欧西玻璃食看卖嘛是好。手机那个在吃，对啊，但是我们总是要成长嘛。对对。咱妈已经在啊。还有一次是吧？你把他带到台式去是吧？这个妈妈在整卡对吧？弄假头卡那，什么时候是点推流龙了？明白了。带去是吧？说要看杨丽花露营，打镜后边来看油莲花，就跟你去了是吧？我叫我爱去坐一台。换你的。他的这一代，他的棚不同的楼层嘛。来，好了好了，趁吃饭时间带他妈妈去，来都要来逛油莲花。一上去，到了那个电梯的时候，事实上是还有前一段，我们是坐计程车，他在外婆家，是啊，带妈妈去，啊，我讲，哎，请妈我到台视，那个计程车刚才打出来塞不完故，伊讲，台视的单位你主机也在给他供着的无？我讲巴德路哈几段这样几号啊？供完，我讲老婆，十楼啊，你十楼啊。跟人家司机讲，我这台都未当甲你塞个十楼啦，你要家己行啦。所以到那边以后，我啊不行行，咱来去坐这样的，因为他真的第一次看到电梯。哎呦，我们没有看过嘛。是是。说哎呦，阿姨的一条数目字一条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啊坐落去，你够让咱心一下。是。哎呦，这台北人，要来这都够先甲咱蹦当一下。他以为是棒秤。真的很可爱。他是看鱼的话，有什么了不起？各位讲蹦当，先蹦当一点。不过人生呢，有很多这个有趣的过程。哎，真是蛮有意思的。这个说，哎，那光过得开讲，未记讲听你的歌。爱唱歌，咱多阿姨在讲唱未煞，但事实上我好久没有唱这首歌了。要回味。哎，二十八岁出来头一堆唱片，今嘛人安尼讲起已经有几年啊，未使讲，未使讲，反正太久啊。